毛主席早就说过嘛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嘛。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问题，主席讲过，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。中央成立了专案组，由中央负责嘛。你们聚众几万人，十几万人，把中南海给围了起来。 害得我们苟远不能办公，毛主席不能休息，这是帮倒忙吗？你们马上从中南海撤出去，马上就撤。我再给你们打个招呼，抓去的人必须马上放出来。无论如何，不能再干扰运动的大方向了。总理，你说我们抓了人。 你总得有点凭据嘛！汪光美同志就被你们弄去了吗？就关在他们锦华吗？连续几十个小时的批斗，戴高帽子不说，还把乒乓球挂在人家胸前，搞人身侮辱吗？毛主席支持你们红卫兵小将。 总理，啊，小刘啊，总理，嗯，主席在书房等您呢。哦，哎，主席最近情况怎么样啊？睡眠好吗？哎，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主席笑的模样了。喂。 你们北大搞得不错嘛，立了两个大功，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，又揭发了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叛徒集团。我和主席向红卫兵小将致敬。主席啊。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一幅漫画，什么画？我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呀。哦，上面画里都是水呀。啊，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坐在轿子上面。 抬轿子的嘛，都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呀。啊，这是陶铸，这是李井泉，这个嘛是薄一波，这是刘兰涛啊，还有这个是吕正操嘛。上面哪一个是我啊？这上面没有你。 你马上打电话，告诉陈伯达，告诉江青，告诉他们中央文革，这幅白绸图是骂我们的，不能搞，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漫天飞。我们一共才163名中央委员，这上面就画了100多名。 我这个中央主席，总该和大多数站在一起吧？这是丑化共产党，是反革命。他们故意送给蒋介石，送给美帝首秀，去讨好吗？我们眼下遇到了阻力，有的人呐、啊。
就是阻止我们救刘邓，杀气腾腾的，还把很多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弄到西郊保护起来了，据说是毛主席的指示。又是他，首长，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林副统帅，最近在军内有指示吗？你们的政治嗅觉再灵敏一点。主席提资产阶级当权派，为什么不提资产阶级当权分子呢？一字之差，这里边可大有文章呢。要大胆干，中央的搞不动，可以搞军队吗？首长的意思，就军队一小撮。你去找一下戚本禹，是不是可以拿徐向前开刀？还有一个外交部。娃娃们，我趁你村长几岁，说话的资格还是有吗？大老陈，你们要用脑壳想问题，你们现在就这样凶，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，还要踏上一只脚，如果掌了权，那还得了，要出人命令，打倒陈云，陈云，不准你转移斗争大方向，你要老实交代你在二月逆流中的罪行。我就是大闹坏人堂吗？告诉你们，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，你们混兵小将干革命我不反对，但是有些人要借着文化大革命要打击大片，我不同意。你们说猪劳动是军阀，说货农是土匪，这不是往我们党的脸上抹黑吗？大老陈，总理，该休息了，睡不着啊。喂，我是周恩来呀。什么？陈毅同志在什么地方？你告诉陈毅同志，就说是我的命令，让他马上到机场去送外宾。对，简直是乱弹琴嘛。走，到大会堂去。是。陈毅部长，请。反正我已经老了，我是要交班的，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，不能眼睁睁地看到千百万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。我还要看，我还要斗，大不了罢官嘛，大不了我外交部长不当了嘛，我回去看大门扫大街。我是四川人，还会做担担面，我的啥子了不起嘛？陈毅，我们真高兴。
你今天晚上的表演告充分的了，反动界十分嚣张，你必须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低头认罪。一分钱，一分钱，谁不投降？谁不投降？共产阶级革命党民万岁！共产阶级革命党民万岁！谁不投降？共产党民万岁！人罪可以，要等我医好。 高秦祖，我反了啥子罪过再说？陈毅，一万反对英明领袖毛主席，勾结军队一小撮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。娃娃们，你们已经倒了我5个小时了，你们累了，我也累了。现在不要去机场接见毛里谈家贵宾，不能奉陪到底了。告辞了，陈毅。 戴高帽子抹黑脸，我就敢戴到他，这叫外宾。走开！喂，搞快点！ 坐下，总理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刘啊，快开车！主席，这是下面搞的一份关于陈毅在二月逆流前后的一部分言论汇编，你看看，很能说明一些问题。 我过去在某些问题上反对过毛主席，今后我也不敢保证不再这样做了。这个材料，你们认为如何？我们想听听主席的指示。 我说了，只怕你们会失望啊！陈毅跟我这么多年，我们之间在若干问题上有过分歧，还干过仗嘞。在八大二次会议上，我就讲过，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。 党内无派，千奇百怪。要是真冒有人骂娘啊，那反倒奇怪嘞。我看这材料上，错误都是明显的啊。是啊，比如说，谈到文化大革命后遗症，10年、20年不治。 这明明是反马列、反毛泽东思想的嘛！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嘛，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创举。嗯，怎么样，想通了吗？问问你自己嘛，我看。 现在有些人，作风不正派，你要上，你就上嘛，不要踩到别个嘛，拿别个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。重要的事情，动不动就捅到下面去，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。哼，陈老总啊，你现在的处境很不好。 我考虑再三，想让你出去避一避。我想，
让您率领政府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。运动才搞起来嘛，奏子牌还在奏吗？这么大个群众运动，不能没有一点问题嘛。抓住一点问题，就瞻前顾后，杞人忧天，这是一种片面性。他陈毅怎么也不多看看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嘞？锻炼了群众，也锻炼了干部嘛。这里边有险恶用心。哎，还有一种片面性，你们中央文革要注意嘞。有人散布怀疑一切，大道一切啊，这也是反马列主义的。怀疑到头，连马列主义本身也要怀疑嘛。大道一切，最后是不是连你们自己也大道了？那你们不能用解放前对待地主的办法对待老干部嘛？